梦遗会伤肾吗？梦遗是不会伤肾的。梦遗呢是男性成熟的一个标志，也就是说男人有了传宗接代的这个能力。但如果梦遗多了的话呢，可能会引起一些疲劳感，但是呢却不会伤肾的啊。有一句话叫精满自溢，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表现，你不必过多的担心。但如果你最近确实是有点频繁了，那你要考虑说是不是最近啊禁欲的时间太久了，或者说你最近是不是满脑子都是爱情动作片。关注我，科学说性。